阿弥陀佛沙底片。从台北坐个两天的船往南，可以抵达优美的龙波邦。这几年，它在东南亚崛起，成为热门旅游去处。这里的法式建筑、老屋咖啡馆、民族风夜市，让时间过得特别缓慢有质感。龙波邦很能杀底片，但大家抢拍的不是辣妹，也不是大明星，而是这些局衣人。每天早上6点，天还未亮，市区的街上已经人声鼎沸，和尚开始脱钵，游客的相机也要开始忙碌。辽国男子一生可以出家一次，在5年内体验僧侣的修炼生活。他们每天清晨在街上行进，接受民众供奉一日粮食，而这庄严仪式也成为龙波邦金字招牌。拍摄和尚请尽量保持距离，避免肢体碰触，保持安静，不用闪光灯，让这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保存下去。